三、人员编组与勤务规划。在人员编组方面，大队现有军官41员，士官97员，士兵161员，合计299员。辖属单位既有勤务中队1、机动组1、安检所14、雷达作业组3、光电站2、管制第三海巡队静安巡防体1。领导好，这是我们的勤务指挥中心。大家好，领导好。魏院长介绍我们的编组人员。这位是我们的执行官。大家好。执行官有我们副大队长、参谋主任李良、新中心主任、新中心副主任四位来轮流执行。第二位是我们的执行员。大家好。我们的五位巡防官来。这两位是我们的通信员。大家好。八位通信员来轮流执行。这是义务役的啊，义务人类义务役的吧，义务役的义务役的。院长，左边是我们的范围，刚刚那个整个过来在这边还是可以看到这两个，我们在这个都看得到。然后这边的话，它有开小画面，就看进来的这些。这个是进来的，也对，小目标的进来，对，开小目小那个进来的画面在三台里面，两只三台里目前没有传出的，所以看不到任何船。我现在看不到，就是因为没有船。那就是等于三个雷达站都能会。对，它会位置，它有机器整合到这三个雷达都看得到，只要画面只要开得比较大就可以看得到。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看看大家。今天是除夕啊，大家实在是终岁辛劳啊。一年365天啊，工作都非常辛苦，而且像今天天气这么寒冷，大家在执勤的时候，我相信那种辛苦啊，绝对是比春天、秋天还要辛苦。那这个辛苦，是当大家在返家团圆，也许现在有的人已经回到家，中午啊跟这个家里呢在和乐融融的时候。我们弟兄啊，就要在这边继续工作，坚守岗位，对各位的辛苦啊，在这边，我对代表行政院、代表政府，也代表全民来向大家表达敬意和谢意。刚刚的简报我了解到我们大家非常的努力，但是工作也非常繁重，辖区呀非常的大，同时。大家了解说我们这边这个是沙岸那是最容易走私偷渡的地方也因为这样大家就这个工作的任务就比较艰巨。不过在王署长及总局长还有局长队长领导之下，大家全力以赴由于大家的努力，让我们全国同胞都能够平安过日子在过年都能够愉快来过这个年节，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当大家在努力的时候，我想也要在这边特别提到我们事实上我们全民共同的努力是有成绩的。比如说因为我们海巡署防止走私啦，防止偷渡查缉黑枪像这些当然就对警政署的治安工作就帮助很大比如说偷渡有很多这个大陆也来到这边有的就是变成色情或者说犯罪，其他各项犯罪。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海巡署没有做好，当然就是警政署工作就会特别繁重。还有像黑枪走私都是一样非常谢谢大家，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谢谢院长，谢谢干杯。借这个机会也跟媒体的朋友非常谢谢各位媒体朋友的支持指教，同时也祝大家新年快乐。还要请后面用餐啊。